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2日，诗篇42篇，在这安尼讲：我的心啊，你啥事不准？啥事伫我的内面着急？你着仰望上帝，因为我犹阁要学罗伊，伊是我的面的阳光，也是我的上帝。三个来祈祷，愿所主神仰望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，掌管万物，永无改变的至高、至真的全能上帝，主啊。你欢喜怜悯，无爱生气；你亦爱赦免，无爱刑罚。你用极大无比的疼来疼阮，也用丰盛的恩典来赏赐阮。主啊，你听我到安尼，我怎样讲无上帝？我怎样讲你无伫遮？主啊，求你赦免我的心心软弱，因为阮的心毋知为啥事不准，啥事伫阮的内面着急。主啊，阮欲仰望你，阮犹阁欲仰望你，因为你是阮的面的阳光，是阮的上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主。